世界上两三比零。宜昌中何俊麟，宜昌中何俊麟，体制第二桌比赛，请林梦杰当裁判。廖东渊、叶信宏，廖东渊、叶信宏，请至第六桌比赛，请洪子浩当裁判。以前是双败，因为人大单败。对啊，以前是双败啊，因为人太多了，单败会比较刺激一点，双败会很累。对啊。哎呦，差一点豆疤，差点豆疤。